好，柯文哲的案子呢，到底他会不会被延押？其实呢，这个主要要看金华城第一个被收押的这个应小薇，因为他的羁押期限呢是在10月29号嘛，所以呢，检方如果要申请延押的话，其实5天前就要提出申请了，也就是最晚呢10月24号，大家会知道到底柯文哲会不会被延押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如果说如果检方没有提出延押的话呢，29号。 之前就必须要侦结，好，有关于这个起诉柯文哲等等的相关被告，但是现在有一个疑点，就是应小薇的助理吴顺明，因为呢，他挂的是应小薇的助理嘛，但是他为什么是领微金的薪水呢？另外，他也多次的参与了金华城的这个协调会，好，所以现在呢，来看旁边，好，检联除了比对他知道的会议内容，也要来问关键的问题，可能会根据他的说法跟证词来决定跟他同案的被告是否有延押。 的必要。好，这是目前最新。好，不过呢，还有关于这个钱的部分呢，林传没有这个报道了。他说呢，啊，柯文哲的冷钱包被找到了，但破解需要金钥，哈，可能藏在滞留在日本的贴身账房橘子徐子瑜的身上。好，北检呢被问到这一题，他说侦查不公开，我没办法评论，我没办法证实。好，但是。 到底是否真的有所谓的冷钱包？还有金钥呢？为什么听起来像小说？民众党就说啊，你们这些科幻小说，拜托不要再造谣了。写科幻小说真的是收视率越来越差。但是呢，前幕僚吴静莹是认为，他说柯文哲应该不会把赌注放在一颗橘子身上，搞不好可能有很多颗橘子。好，反正现在呢，侦查不公开，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我们期待尽早水落石出。好，只是有关 USB 的事情，不是也有传闻吗？柯找吴宗宪谈 USB， 好，但是柯智恩也说，按提到 USB 实在匪夷所思，在会场去找民众党就是礼貌寒暄，怎么可能有什么时间去谈细节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看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到底柯文哲有没有看到就是他父亲的这个病历的部分？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父亲传出住进加护病房嘛。 那蔡壁如就证实说，18号柯文哲半夜到台大探视，好，然后他还透露说他朋友带柯爸的病历给柯文哲看，不过因为时间太晚，所以他没有陪同。但是这一番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今天民众党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就跳出来反驳，他说基于人道考量，上周五就已经跟律师提出申请，所以当天傍晚就去台大看探视，但因为是羁押禁见。 不可能有看到病例，或者是有所谓的有人陪同的说法。他说，因为连家属都没有被通知到，还是有朋友就是把柯爸爸的病例带进去给他看。那所以律师有申请，就是可以出来那个见他爸爸。所以18号的半夜有见到，有去看了。对，那我想针对病人的病情。 现在病情目前是在医护人员的病情，这个部分也想跟大家分享。所以，告诉他，现在病情目前主要就是有关于事项，那我想在交病房观察。那我想这个病人的病情呢，是在上个星期二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柯爸的病情是在上个星期二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转变。那送到加护病房之后呢，也有去想到要不要来依法提起一些申请，让柯文哲主席能够依法进行探视。因为柯主席他过去在台大医院的时候，就是对于重症、急重症，像是心肌梗塞，还有引发出来的一些并发症，他是专门的。所以其实家属的 方面，除了在这个人道的考量之外呢，也希望说是不是能够让柯主席，也就是儿子，能够尽一份心力。所以在星期五的时候，才去申请了相关的文件送进去。送进去之后呢，在这个北所这边也非常迅速的来进行处理。所以是当天星期五的时候申请，当天星期五的晚上的时候就到医院来进行这个探视。主席是这个羁押禁见，所以羁押禁见期间是不能够通信。 通讯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朋友带着病历进去给柯文哲主席来看这样子的状况，这个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呢，这样子的说法，我们一定要严正的来澄清。
亲。那另外就是说，有说这个时间太晚了，没有办法去陪同，这个部分也有一些混淆了，因为时间点正如所说的，是在星期五的傍晚的时候。那连家属都没有被通知哦，所以其他的人更不可能可以去进去探视。所以以上有几个明显的，可能对家属来说会是一个蛮困扰的地方。他们也希望由我来代为澄清。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台湾民意基金会呢今天秀出的这个政党支持度的民调，到底柯文哲的这些事情有没有影响呢？好，我们先来看时事评论员黄阳明波基呢，这是他脸书发的文章。好，他提到了这个民众党支持度已经触底反弹，这代表该党定调政治司法迫害的策略确实有效。哎，好，我们往下来看哦，我们先来看一下民众党的部分。哎，还真的耶。好，现在呢，这个是虚线是九，斜线是九月份，然后呢，这个实线是十月份，九月份支持度掉到12%，现在已经弹一点回来了，12.6%哦。好，所以呢，它代表着民众党定调司法政治迫害的策略是有效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新的民调。好，只不过呢，刚你也有听到了有关于蔡壁如跟柯文哲讲这个什么探视爸爸的细节，有没有看病历之类的呢？好，那这个陈志涵也否认嘛，他说不可能有这种事啊，蔡壁如说的绝对不是真实的。那现在韩冰哥就说啊，民众党金马搞不清楚状况，他说外面的人已经在见缝插针了，民众党机还这样出来，好，这口水战。他说每天被抓财务的问题，结果居然为这个小细节你一言我一语。所以呢，韩冰哥直言，民众党现在就应该闭嘴，而不是到处放话节外生枝。我是觉得民众党到现在是不是有点搞不太清楚状况？就是你们现在已经是人家到处在见缝插针了，然后你们每天都被人家抓出一大堆有的没的东西。上礼拜不是还被人家抓出来，连个员工薪资都福报烂报。对，他说不止福报，也有短报。整个党就是礼仪啦啦，你告诉我你有短报，这样有比较好吗？我就不懂你在跟我解释这什么东西啊，我真的搞听不懂了。那就表示你们整个党的账就是一团糟嘛，乱七八糟嘛。那这样子，你们怎么样去对得起这些捐款给你们的小草，这一些一直殷殷期盼你们能够站立起来的这些支持者呢？这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还去在那边对某一些细节啊，陈志安去说啊，这个东西讲的不对，然后蔡壁如又说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样？其实有一件事情是现在所有民众党员最应该做的，就是闭上你的臭嘴，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你们不讲话会死吗？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时候你们明明知道你们讲任何一句话人家都会故意去找茬节外生枝的时候，你们还拼命对外讲话，你们是生怕这个党死得不够快就是。虽然我知道也许那个尤怡农老师这个民调让你们觉得很振奋，哎，小草都不离不弃，但是这是什么好事吗？他们是不离不弃啊，但你永远就只有这12%左右的人啊，你也不会再成长啊，这样对你有比较好吗？怎么样去救这个党？我们只是局外人啊，你们自己都不心急吗？还是你们觉得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先把整个党搞垮之后再重建？如果你们的想法是这样，那你们就去做吧。但是我就觉得正常人在这个时候都知道很多东西能够不讲就不要讲了吧。你们还在那边今天这个说哦，我得到那个消息，明天这个我得到那个消息，讲这个东西到底要干什么？好，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呢，羁押期限就快到了，但是检方还是没有找到关键的金流证据，所以九月的时候就传出金流可能藏在虚拟货币当中，结果北检否认，不了了之。那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啊，说检联数波的搜索之后呢，查扣到了柯文哲一个冷钱包，但是北检不愿证实，因为缺少了一个助记词，无法破案。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金华城弊案，关键的收贿金流，根据林传媒报道，就在检联在8月30号和9月27号两波大搜索中所查扣的冷钱包当中，但就是无法破解，才让全案卡关至今。如果有所谓的冷钱包，在一开始被搜索到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搜索到了，怎么会到现在还又传出这个冷钱包的说法，而且还没有办法破解？那是不是这种子虚乌有的传言，到底要一传再传，传到什么时候才愿意罢休？
若真的有冷钱包，至今无法破解，恐怕是缺少关键的助记词。而助记词通常会被拥有者分别记录下来。若是想暴力破解，整个档案都会毁损，让证据就此消失。拥有这个冷钱包的人呢，这方面的语助词啊，会抄在这个纸上，可能是锁在另外一个保险箱，或放在另外位置，或交给第三方来去做保管。柯文哲使用的这个随身碟到底有没有军用规格？那如果有军用规格的话，如果采取物理性的破坏的话，那里面的资料也会自动的损毁。过去就曾被周刊指控受柯文哲指示紧急出国避难的橘子徐芷瑜，也被传出可能也是受托保护助记词的关键角色。我觉得柯文哲应该不会把这个赌注放在一颗橘子上嘛，搞不好可能会有很多颗橘子。那或许是我也不觉得说可能只有橘子有嘛，因为毕竟橘子也不是他自己的亲人嘛。所以有些人也判断会不会是他的小孩或者什么的啊，我觉得有多重的可能。有很多这种在猜测、谣言，像是科幻小说一般的情节，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的回复了。检方21号第三度提讯易小薇的助理吴顺明，试图厘清全案。倘若检方未在24号前申请延长羁押，全案最快将在本周侦结起诉。记者郭希阳、蔡炳荣台北采访报道。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